这就是我喜欢吃的米豆腐。豆腐辣椒多放点啊。坐月子都是只吃鸡蛋跟鸡，现在可以吃到米豆腐了，很开心。我说老妈，你倒是吃得津津有味，我在家可遭罪了。不哭啊！都只能想我的孩子了，才离开一会儿嘞。这离开一刻都舍不得。爷爷一个劲儿地说着孙子的变化。这时，神游的爸爸杨正志打了电话过来。不回来。哎，神游老爹，今天游的连家都不回了，太不靠谱了。你这么淡定呀，佩服。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啊。会不会每天都这么东西？你现在就是刚米线，它什么特殊不？没有，没有的了。他医生讲要补偿，我们就来领。从呢？没空没空没空。那个房贷没有什么的了。宝宝好开心哦！好开心哦！哎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，我当然开心了。现在一家人。都在等我那不靠谱的爹，烦躁。